刘国梁、孔令辉一开始就是所谓的弄这些小明星，就像张继科一样。当时刘国梁弄那个姚笛，这个孔令辉是马谡，这帮孙子极端的恶劣。2000年左右，这帮孙子到大连啊，刘国梁、孔令辉他们当时有7个人，国家乒乓球队啊都在那儿，就到夜总会玩，完了带了一个小女孩到香格里拉。孔令辉、刘国梁，你都听着，你们7个人带一个小女孩到房间啊，香格里拉一晚上一宿，最后这个小女孩白天就是早晨的时候已经不行了，完了说："哎，大哥了，求求你了，你们还别再做了，就是让我走吧。"这就是所谓共产党底下塑造出来的所谓的国球，什么所谓的女排精神。